莲花，你之前是不是受了很重的伤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没事，倒是你，你伤在哪里？可还好？是指这个吗？你无大碍了。红莲业火留下的伤是去不掉的，日后用衣袖遮住就好了。素素，委屈你了，但我既已回宫，便可以放心，我不会让人再为难你了。你之前从没跟我提过你的家人，也没带我见过他们，你为何从来不告诉我，你就是九重天上的太子？对不起，但我当时告诉你，对你也没什么好处。那日后我们该怎么办？日后你我在这天宫中都要谨言慎行，在外人面前我得对你冷漠，但你要相信我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。素素，我只希望你在这西武宫中好好静养着，平平安安的把孩子生下来即可，切记千万不要和任何人来往。奶奶，太子殿下，只是日后侍奉你的仙娥。娘娘，奴婢名唤奈奈，是被太子殿下从下界仙山提上来的小仙娥，日后就留在一览芳华侍奉您。去给您准备晚膳。